灰。准备受理。今年的农历十月十八日，白河全安宮住三全安宮有这名委员罗志培担任罗哈总主席代理。中央新北市玄天上帝文化祭今年的第六次，新增玄学宫北极玄天上帝一级的圣菩萨，并参加三拜礼一拜。拜拜，请献香。在南疆有朱林远罗启北丹尼尔罗哈教育员所指导的中央新增和南疆不敢天上帝您在境内三个奖内一个奖再一个奖三个奖内行感谢咱北河全家咱朱林远大家咱家是谁哈再来了就好了转到一代人哈感谢，欢迎来到新北市玄天上帝文化祭，感谢。感谢你，感谢你，好。